抗议强拆国宅，抗议强拆国宅，抗议强拆国宅，抗议强拆国宅。我们看一下这张哦，在国王路国民住宅新建工程基地面积哈、哦，然后呢，郭泰松他们的房子就这一户，来这一户，他们的房子原始住就这一户，好、哦，那林龙五里面是哪一户、啊？好，我是林永家。好，林永是。我跟你解释一下啊，这个房子的内部以前是行香皮，那行香皮以前是国防部一手做的，那处长他就跟这个草原建设这个陈武雄，张敏雄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些关联，所以后来他就把张敏雄就跟着行香皮要把这个房子就卖给这个张敏雄，然后。张敏雄就把他一个徒弟啊，这个买下来以后，他就盖这样子，这边应该是两户。